有一个故事，太极拳的大师陈发科先生问形意拳的孙存周说，我们太极拳有缠丝劲，你们形意有什么？然后孙存周说，我们有离果外翻就够了。实际上这两位老先生说的是一个事儿。现我们通过来对比柔术啊、 MMA 摔跤，去理解内家拳中的像形意拳中的离果外翻是什么，太极的缠丝是什么，它俩实际上是一个原理。太极拳的缠丝，形意拳的离果外翻，实际上广泛的存在于柔术、 MMA 或者摔跤当中。今天通过这一个视频就能给你讲清楚你练内家拳到底练的是什么。我们先不讲内家拳的缠丝或者离果外翻是什么，先讲讲柔术中的缠丝。大家如果看完这个视频会发现，有针对头部的缠丝，例如蟒蛇脚或者大丝脚；有针对腰部的缠丝，例如龙卷风锁，把人整个缠起来，例如各种腿部的锁技。我们先来解释太极拳的缠丝，你明白了之后就明白形意拳的离果外翻是啥了。实际上就是腿的一个螺旋。大家如果看看陈氏太极拳图说中画那个小人，你会发现有一条线从他的腿上绕过来。其实我在学柔术的过程中，其实这个特别明显，像两个人在斗腿的过程中，这个动作更是一种缠丝。我会围着对方的腿形成一个这样的动作，大家看，明显我的腿缠住对方了。再来一遍哈，明显的腿缠住对方了，我只要稍微的两个膝盖夹紧了，稍微的一用力，对方很容易就摔倒了。像我这个腿这样，其实就是缠在他的腿上，而且我很可以缠绕着对方的腿，然后把对方的腿使各种锁技，让他感觉到难受，所以这也是一种缠丝。大家会发现我的腿明显是缠到对方的腿上，只不过在柔术或者 MMA 当中，是我围着他缠，我缠到他的腿上。包括在下位的十字固，其实它也是一个缠丝的过程。例如我想做一个十字固，我会固定住他的手，然后我的身体往这移动，夹住对方让他跑不了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只需要稍微的一旋转，就很容易把对方的这个腿胳膊给扯断。这其实也是围绕着对方的胳膊进行一个旋转。包括我们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使一个针对躯干的旋转，它也是一种缠丝。我们围绕着它的躯干稍微的夹一夹它，然后我们的腿一个向上一个向下，对方翻过去，这实际上也是围绕着对方的躯干进行一个，两个腿进行一个螺旋，夹住对方之后一个腿向上一个腿向下，这也是一种缠丝，把对方翻过来。所以你们看到的是人过去了，但实际上你的腿也在进行一个螺旋，把对方转过去。只不过柔术 MMA 像蛇一样围绕着对方旋转，而太极呢更多是通过自己旋转。像我的大臂是一个圆柱体，一旋转就会出现螺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。身体像我的肚脐眼，我这一向下旋转就会出现一个螺旋向下或者螺旋向上的过程，它是通过自己旋转改变对方的重心。例如在摔跤过程中，对方如果抓我外侧把位啊，像是这个小袖的把位，和太极拳叫缠丝，形意拳叫离果外翻是一个道理。他如果抓住我这儿，我通过大臂的旋转，大家会发现我通过大臂的旋转会带动他的旋转，这就叫缠丝。在太极拳里面，在形意拳里面叫外翻，像对方在我的中线以外，我就往外翻他，往外翻，像云手一样带动对方的重心，然后是踢，把对方摔过去啊，这个我就不摔了。例如对方在我的里面，我们向里叫离果，他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抓住对方的把位，然后大臂小臂旋转，肚脐旋转啊，整个身体向里裹，把对方捅出去，然后再带过来摔过去啊。无论是外翻也好，通过自己的小臂大臂身体向外旋转，里裹也好，通过大臂小臂肚脐啊身体向外旋转也好，都是为了通过自己旋转带动对方的重心。所以周身统一的旋转叫做缠丝，也就是形意中的里果外翻。只不过形意拳针对里和外，就中线里中线外做了一点点要求。所以大家如果再看看这个陈氏太极拳图说中的小人的话，大家就会明白，其实真正的缠丝就是你整个身体都能旋转起来，合成一个统一的劲就对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很遗憾的是，我们的太极拳现在都看不到旋转，形意拳也看不到旋转。形意拳大家只注重小臂的旋转，小臂的旋转，小臂的旋转，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身体几乎就是正对正，我们的大臂只负责往前推，大臂没有旋转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写内家拳几何学这本书啊，包括这本书最近也在台湾出版了，大家可以去书店看一下。我们提出一个很大胆的假设，现在我们为什么内家拳不出功夫了，我们只研究烧解了，对于大臂的旋转，腰身的旋转几乎就没有研究。包括太极拳也是，太极拳现在大家都是各种画圈，手快于胯，在旋转的过程中，你看手运动那么长，肚脐只运动很少一点点，那明显就没有身法的旋转，我们叫滑丝了。外面转得快，里面转得少，应该是里面转得多，外面转得少，它才是齿轮是咬合的，就像两个齿轮在一起旋转一样，一定是外边转多少，里边转多少，咬合才行。看看我的肚脐，我止住，大家现在是外面转得很大，但是里面几乎不怎么转。所以我们就出了我们官网的这个免费体验课啊，如何让身体运动快于手，这无论是在形意拳还是太极拳里面都是很重要的概念。所以内家三拳啊，包括形意、太极、八卦，他们的核心原理不是让你练多少的套路，都是让你身上有各个圆柱体
腰是一个圆柱体，大腿是个圆柱体，大臂是个圆柱体，小臂是个圆柱体，头也是一个圆柱体，各个圆柱体的螺旋旋转凝结到一起就能改变对方的重心，这叫做禅思。所以我们通过这种基础的对比，你能明白太极拳的禅思是什么了，包括我们的缺点在哪里吗？想了解更多的技术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提出。